好，冇問題啦，我哋翻翻第八頁啦。今日我哋最後講埋依樣嘢啊，因為下堂咧，我拍者都會繼續停喺 3D Trickle 度嘅。如果教唔切啦，即係個 schedule 跟唔到個 schedule 嘅話，最多錄影即係再講多，即係額外補一補嘅啫。啊，因為摺紙 Trickle 我點都要講噶啦，講真，今年大二。咁但係啦，如果摺紙 Trickle 咧，即係下一份筆記咧，其實同依一份筆記咧，有樣嘢咧，我話俾你聽，都一定會常考就係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理論上避無可避嘅依樣嘢，我話俾你聽。什麼叫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 呢？你份筆記的黑白版本我覺得比較難看的，相反這一道呢，理論上呢外面這個顏色版本應該易看一點。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 記得啦，理論上呢就是兩個平面動一條 perpendicular line。 那在那如果你有讀過 physics 你就知道了，或者你冇讀過 physics， 你中三理論上你都應該有學依樣嘢嘅，就係一嗱兩個平面一定有條 intersecting line 嘅，一條有條接觸線嘅，啊 intersecting line。啊，一定有條接觸線嘅，跟住你喺兩個平面各自揾翻兩條 normal 發線叫做。一聽到呢個名就笑，發線人人都有㗎啦。好啦，咁點解叫發線呢？其實啦，如果你有玩過一啲 physics 嘅題目，你都知啊，啲光線咧咁樣射入去啦，跟住點樣射出嚟㗎？咁樣射翻出嚟啦。中間嗰條叫咩名啊 ？Normal 就叫 normal 咯，係啊，就是、叫 normal 咯。所以同一道理嘅啫，但係 normal 最關嘅咩嘢咧？就是、起直角咯，呢度起直角咯。係啊，同 intersecting line 一定要起直角咯，咁就係個 normal 啦。咁 normal 呢個 concept 咧，除咗 physics 嚟講啦，你如果有讀 M1、M2 嘅同學，你應該都知啊。啊 ，tangent 同 normal 之間嘅關係都係一定起直角嘅。好，咁啊，當然講句啦，你知道 normal 點算咧？咁我哋一齊睇啲例子啊。兩個平面之間嘅角咧，你多數點樣考法咧？嗱，如果簡單啲點咧，簡單一點就係咁啦，直立角柱體啦，啲三角錐體或者斜面啦。咁啊，啲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 咧，正常嚟講咧，好多時候就考依一隻嘅。即係例如啦，斜面同地下之間嘅角度，例如啦 A B E F 同埋 A B C D 之間嘅角咧，好多時候我哋就會揾到一條 normal 啦，第一條 normal 啊，咁第二條 normal 啊，兩條 normal。咁當然你話啦，阿 Sir 就係得依兩條 normal 咧，側邊嗰啲都係 normal 嚟㗎，啱嘅。咁啊，最後啦，兩條 normal 咧，依條叫 intersecting line 啦，依條 intersecting line 啦，黑色條線，啊，做一次啊。咁啊，理論上啦，中間依一隻角咧就係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不過我講嘅係最後個例子嚟嘅啫。如果你話啦，阿 Sir 唔係喎，佢要計嘅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 例如 A B C 同 C D E F 喎 ，A B C D 係地下 ，C D E F 咧就係後邊個夢牆。咁依啲唔使計啦，一定係九十度嘅呢啲。啊，所以咧，人哋多數唔考嘅呢啲就，多數考最低嗰樣啦，即係咧斜坡同埋地下之間嘅角度啊。咁呢啲話俾你好易計嘅啫。咁但係當然更加多例子就喺邊度咧？喺錐體度叫你計角度。錐體計角度咧，正常嚟講考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嘢就係咧三角錐體個三角平面同地下之間嘅角度。咁呢個好易計嘅啫，呢個都。最難計一定係乜嘢咧？係兩塊三角錐體嘅面之間嗰個角度。啊！依啲啊跳曬樓嘅，你多數都係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如果兩個三角錐體咧，兩塊面、兩塊三角形面之間嘅角度一樣玩法嘅啫。咁啊，當然幅圖好難睇，一陣間後面有條例子嘅。我講呢個例子啊，例如啦 ，VD 個係 intersecting line。相交好啦，咁如果要計兩塊三角平面之間嘅角，你要揾翻兩條 normal 先嘅，兩條 normal。係啊係。咁啊兩條 normal 咧，咁啊當然啦，跟住咧你要再計埋邊一隻角咧，就係依一隻角。咁當然啦，你依一隻角好難計嘅原因，你睇都好難睇啦，係咪？咁當然我講嗰句啦，你而家見唔見到黃色熒光筆遊住嗰隻角啊？見唔見啊？聰明嘅同學應該睇得到嘅。依一度，我由佢開頭啦，黃色依度。兩條紅色線之間嗰隻角，就係兩個三角形平面嗰隻角，好難計啊！原因下邊嗰頁啦，或者隔離嗰頁筆記就係計緊呢一條兩目噶啦，真係好難計，因為你都知道啦，唔係直角三角形，
你想計紅色兩條之間嗰只個，一定套曬formula冇走雞嘅。Yes。哇！好大口氣啊，唔係好難之後聽到有同學講，係啊。當然啦，難唔難咧？你睇翻後邊嗰頁筆記你就知啦。啊，有曬例子教你點樣計嘅其實。咁啊，其實煩嘅話咧，煩到阿媽都唔認得嘅。嗱，因為咧兩個平面之間嘅角咧，尤其是如果玩到兩個三面都係斜面嘅話咧，你開眼 cos formula 計咧，啲步驟都可以睇一睇嘅，就係 part B 一度啦。係幾長下嘅，幾恐怖下嘅。當然我哋一陣間會實際試一兩條一陣計依啲咁嘅角度啦。不過話俾你聽係喺 DSE 嚟講又係考死唔少人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就咁睇咧，唔使叫你計咧係冇用噶，你當食花生嘅啫。計啦，不如我哋嗱，首先第一件事，我哋揾一啲 AMC 做例子以熱身先啦，因為其實就理論上我又唔會搞到太複雜嘅一開始。即係啲 MC 我揾又唔會嚇死你哋嘅，咁啊唔會太難計。好啦，四條 MC， 第一條最簡單嘅，2010年嘅第28題，人哋問你 A、B、C 三角形同埋水平面之間嘅角，點會唔識啊？呢條係嘛？答案乜嘢啊 ？D 啦，係啊，呢啲你圈錯你死咗啦。兩條 normal 擺明就呢兩條啦。佢要計嘅 ABC 啊嘛 ，ABC 咩定係依條 normal 啦？咁另外地下喎，仲有 horizontal 關，揾多一條 normal 陪佢咯。咁佢哋依條線就個 intersecting line 啊嘛。咁兩條 normal 都黐住 intersecting line 同埋與依個 intersecting line 起直角啊。咁一切條件都符合曬噶啦。咁所以兩個平面之間嘅角咧，一定係依一隻嘅。咁當然啦，今次係叫你揾翻對面一隻角，下一條叫你計啊。下一條。A B C D E F G H 一個長方體嚟嘅，跟住啦 ，angle between the triangle A C E A C E， 咁你首先係要準備 A C 畫條 normal 先啦，同埋 A B C D 地下，咁首先啦，係啦，你當然咧有啲同學就話畫 normal 啊，純唔知點畫喎，咁你調翻轉頭揾翻條 intersecting line 先啦。三角形 ACE 我由一個顏色先啦，螢光筆由一由佢先。當然你可以唔使跟住我由嘅，因為其實由咗易睇啲咁解嘅啫。你唔由都有啲圖都睇得到嘅。黃色依個平面同地下之間嗰只角，地下當然阿 Sir 地下有兩忽喎，邊一忽好啊？冇所謂嘅，你由入邊嗰忽咧，你計到只角就係鋭角。即係細過九廿度，你由出邊嗰忽咧，你覺得只角可能鈍角，大過一百八十，大過九廿度，但係兩隻角加埋一百八十度嘅，我話俾你聽冇所謂嘅其實。咁啊，由入邊嗰忽啦，入邊嗰忽啦，由錯唔緊要，我話俾你聽。啊，再講一次啊，正常嚟講咧 ，AEC 啦，斜咗嘅，咁佢係咁斜法嘅 AEC， 地下就依一度，呢個 cross section area 啦。係呢個 cross section 啦，咁你計而家計嗰只角咧，就應該係我遊一遊先嚇 ，A E C 應該畫條 normal 先，篤落地下，畫條 normal 篤落地下啦嚇，跟住啊，當然啦，地下都要畫翻條 normal 配合佢嘅，地下畫條 normal 配合佢，係啦，咁咧只角就應該係紅色依一隻角，係啦，就依一隻，咁當然你話想揾到出邊嗰只點算啊？咁兩隻角加埋一百八十度，你減翻就 OK 嘅，好。所以合理嚟講，我哋而家嗱幅圖大致係咁畫法啦。再一次，你要知道 intersecting line 喺邊，依條就係 intersecting line 啦。intersecting line， 咁啊兩條 normal 究竟喺邊度咧？你又要畫得啱啦。咁啊兩條 normal 跟住啦，畫完之後咧，你都要計落去噶噃。原因就係啦，你畫完 normal 大曬咩？今次人哋叫你計真係計角度啦。咁嗱，紅色依只角啦，究竟喺邊個三角形出現咧？唔使多講啦，係啦，你連埋佢啦。咁啊 ，normal 咧，我好多時候用咗紫色筆嘅，我係啊。咁啊，但係藍色線咧同綠色線啦，理論上永遠都係互相垂直嘅。咁啊 ，normal 我用咗紫色，咁啊用翻紫色啦。好啦，最後啦，我哋要計嗰只角咧，就係喺呢個直角三角形入邊嘅。紅色呢只角，咁當然啦，你可以叫作個名叫住呢一點先嘅，呢一點叫做 M 又好啦 ，X 又好啦，
咁就叫 M 啦。好啦，而家你要計嘅角度咧就係 angle EMD。好啦，首先目標清晰嘛？係唔清晰添，又多次。好，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啦，你要計角度，咁都要揾資料噶。但係當然啦，依個係直角三角形嚟嘅，易計啲嘅係。要找回兩個資料可以幫你計算這條題目啦。那最正路的第一件事，這個三直角三角最易計算的那條線的長度當然是哪條顏色啊？當然是藍色啦，是不是 6cm 啦，如果你真的沒有眼花的話應該這個 6cm 吧。好啦，但是綠色那條線和紫色那條線你隨便都要找到一條線的長度啦，哪條易找一點啊？就要立刻自己想的了，想吧快啊，喂，哪條啊當然是寫得自問自答添，喂 ，live 嗰啲同學俾啲反應啊，邊條耳雞啲啊？會乜嘢啊？唔係叫起哄啊？邊條耳雞啲啊？邊條啊 ？DM 啊，係大聲啲，唔使怕醜，有人會開名嘅。DM 啦，當然啦，地下嗰個係 A B C D 嚟噶，但係當然你唔好以你唔好睇錯啊，佢係長方形，唔係正方形嚟噶。4cm 和 3cm 啊，但系咧無論如何都好啦，咁 M 咧就應該喺中間啩嗱，諗清楚係咪一定喺中間先？嗱，好似唔一定噶噃，係啊，最大問題就好多同學就話阿 Sir 喂，一定捉咗中間咩？好啦，我哋一齊再望一望黃色嗰三角形咩樣先啊？黃色嗰個三角形 A E C， 我哋篤落去，我哋個 normal 咧係由頂頂嗰度篤落去。是不是一定會平分呢？理論上究竟幾時會平分呢？在 Form 2有講的，應該是啦，你除非等腰，你等腰的話呢，你等腰篤下去一定是平分的。好啦，跟住問下自己 AE 和 C 是不是一樣長先？ AE 和 C 不一樣長喎，各位先生小姐， AE 如果用不是定理計的話呢，應該是3的二次方加6的二次方加六的二次，而 CE 咧就係四嘅二次加六嘅二次，用不是定理計翻 AECE 唔一樣長噶喎，我翻屋企啦咁，篤落去唔係平分啊，恭喜曬！啊，以為平分嗰啲同學輸咗咯，拜拜。所以你哋話綠色嗰條線易計啲就真係太過天真啦！依條題目咧，其實話俾你聽，紫色嗰條線係易計啲嘅。紫色嗰條線係易計過綠色嗰條線。綠色嗰條線最大問題個 M 咧，唔係個 mid point 嚟嘅依一點，所以你叫 M 咧，有時候呃自己嘅，反而係啊，叫 X 啊，不如啊。咁樣 X 喺邊咧？我其實可以大致上話翻俾你聽個位置嘅。個位置咧，我話俾你聽，大致上咧，如果 M 係中心點咧，個 X 應該係依一忽到嘅。個 normal 咧應該會篤落依個位啊！幻想下嘅話，因為咧 EC 條線係長啲嘅。我畫翻正常少少嘅話 ，EC 條線係長啲嘅。因為是4的二次方加6的二次方，實長過3的二次方加6的二次方啦，所以啦，臨尾個 X 咧會偏向 A 嗰度嘅，個 X 係歪埋一邊嘅，啊，咁當然啦，綠色嗰條線係咪真係易計啲咧？如果你真係畫到出嚟嘅話咧，你發覺啦，阿 Sir， 依個幾多度咧？喂，嗱，唔知就輸咗啦。對角線是 intersecting line，D 我畫出去 intersecting line， 依個係幾多度？90嚟嘅都係，所以我幅圖係呃咗你哋嘅，長方形唔夠長，唉，呃咗你哋添。所以你自己畫你幾多斤比例啦？好啦，跟住再話俾你聽啦，其實綠色條線易計啲定紫色嗰條線易計啲咧？其實兩條咧都一樣咁易計，係咪講咗定冇講咧？好啦。最關鍵就係講嗰句啦，你自己畫翻靚啲圖先，千祈唔好呃自己。個 normal 咧就依一度，啊個 X 咧就應該喺依一個位度，係咪喺埋一邊？但係唔緊要，都係起90度嘅，得唔得？
好啦，跟住問下自己啦，究竟邊一？而家好簡單，而家你起碼要計多一樣嘢，紫色嗰條線或者綠色依條線，邊一條線易計啲？再一次啊，要鬥快啦！紫色易計啲啊，定綠色易計啲啊？咁你即刻睇下究竟啲資料齊唔齊啦？咁我話俾你聽，其實綠色真係易計啲啊，不過點計咧？我哋就要用一招嘅，個招咧喺你另一份筆記其實有嘅。或者剛才我都解釋過了，這一招呢我們跟著來呢都開始很常用的 DAC 這個直角，這個三，這個四，面積是多少？那個 area 呢理論上就是三乘四除以二，對不對？如果拿這個做底，這個做高的話，一個底一個高，那應該三乘四除以二。但是如果我拿一條 intersecting lineAC 做底，條 normal 做高，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計算 area 的，那個 area 呢也都會等於五乘 H 除二的，根本呢兩個都是計算同一個三角形面積，所以呢到最後呢 5H 除以二呢就等於三乘四除二，那你就會計算 H 的了，那個 H 呢就應該等於12除以5 2.4，DM 是 2.4， 跟住再用 tangent 就會計到直角的角度了。兜很大個圈嘅，其實呢題目一玩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 係好麻煩嘅，你要知道自己計緊啲咩嘢。咁當然你話啦，綠色嗰條線，阿 Sir 諗唔到點計，可唔可以計紅色嗰條線咧？其實都得嘅。紅色嗰條線咧，不過如果你要計面積，用 Hewitt formula 難啲。地下嗰個咧，雖然三條線都係綠色咧，但其實佢係長方形咧，所以有個位起直角啦。是會幫到你很多的、再一次、這一招呢其實在你另一份筆記呢哪裡有說呢？第二頁就有說了，你不用抄那麼辛苦的，在你另一份筆記接紙那份第二頁，其實我們已經 highlight 了這一招了，這一招告訴你 DSE 來說又是成日用的，無端端就會用的了，人家是不會提你的、不過我也是那句，逢親玩這招多數哪裡玩呢？多數是玩 shorter distance 或者是玩 angle between two planes， 因為要玩 normal 起直角，我們很多時候都是用這一個方法去計算。當然未完的，你計算到那個 H 不要尖尖自起，麻煩你未埋尾的。最後 tangent theta 就等於6 over 2.4， 那為什麼人家用 tangent theta 你自己知道為什麼？如果你用了紫，你計算紫色那條線的長度的話，你就真的要計算 theta，然後再找回 tangent theta 多少，但現在 tangent theta 6除 2.4， 那你化簡麻煩就知道，咦喂，為什麼要 tangent theta 呢？ theta 就叫你計打錯筆記，不是怎會有角度啊？ theta 多少度啊？68，咦啊，答案是 E 嘛，是啊，又是這樣的，為什麼？不是的，我看回原裝正版那 那條題目啊，E 啊，68了啊，不用看啊，哎，唔係啊，打筆記打漏啩，好啦，我哋睇翻。唔係，嗱，我而家開翻，唔好稍安無躁，打錯筆記咧就時時都有嘅，尤其是你份筆記咧今年打嘅，話俾你聽未有人用過嘅，新鮮滾熱辣嘅係。所以有筆都好正常。係啊，所以有筆都好正常。會係藉口嘅，哎，你打筆記啦，哎，我哋睇翻條 sample paper 啦，好快啫。pass paper， 那條是第幾條來的？紅色。那些他其實真的要找些什麼東西，我們求真先、不是 paper one， sorry、搞到我手忙腳亂，不要、給多少少時間我，不要催我，麻煩。淡定，沒錢剩，我們其實說慢了一點點。哦，真係打錯啊！對唔住，揾 tangent theta 啊！嗰四個答案分別係二啊、三 over 二、五 over 二同十二 over 五嘅，咁所以答案應該係 dog 嘅，十二 over 五，唔係十二 over 五嘅，六 over 二點四，六 over 二點四，十二 over 五嘅應該係個答案係 dog 嘅，應該唔係 E 啊！對唔住啊，呃你啊！啊，嗰四個答案分別係二、三 over 二、五 over 二同十二 over 五，咁我哋個答案係六 over 二點四啊嘛。唔係喎，六 over 二點四答案咩啊 ？C 啊，唉，1.2、2.4、3到4.86，係啊，五 over 二答案係 C 啊 ，sorry 啊，係做乜嘢啊？真係傻添。答案係 C 啊，對唔住啊，你自己改翻嗰四個答案，記圈翻答案係 C。
唔需要你揾角度啊！呢條題目打錯筆記，係。